回家的感觉真好啊，因为我住伫新下里，啊，住伫做嘢的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年的时间，会当讲我离高雄四十八年内底，住伫咱新庄啊地区，会当讲住上介久的时间。我结婚以后，我就住伫咱做嘢英总的宿舍，所以你看这二十几年。咱高雄市整个的发展内底，咱的做营会当讲是进步上紧的所在。所以你看，当时我伫十几年前做代理市长，咱都市计划、咱市地重划，啊，佮有这个文字路，当时这个道路开到一半，我做代理市长开始，包括咱尾仔花妈做市长，咱整个甲咱做营过去遮市地重划遮一挂道路，全部拢家开票开通。所以甲咱过去整个，你看即摆会当讲全高雄市人口上较集中的，就是咧咱左营的新庄地，剩二十一天的时间。衷心感谢大家二十三年来的栽培，对我无怨无悔的支持。我作为一个新庄子弟，我做一个高雄囡仔，我感觉非常的骄傲。我要拜托所有伟大的市民。为了我们这个伟大城市的进步，这位饼好不好？好，拜托咱大家，多谢。咱再次用亮相亮丽的掌声，咱来。